离别依依，千言万语学不尽。亲爱的同学们，无论再过多少年，无论你们今后走到哪里，学校都将是你们的慈祥的母亲。每一位同学都是母校优秀的学子，希望同学们把学校的期望，把老师的叮咛化为学习的动力，在未来的学习中保持旺盛的精力和积极的思维状态，纯正的本性，不怕困难，以骄傲的成绩回报母校，回报家庭，回报社会。同学们，你们要哭就哭吧。